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莫涵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游戏试玩，名字叫做《跳楼狂潮》。然后这款游戏的话是由我们国人制作的一款小游戏，登录了 Steam 平台，然后在2月10号正式发售这款游戏。之前在青睐之光上面好像也是有提供了试玩体验嘛。然后莫涵这次有幸啊，由我们游戏国度啊赞助了这一个先前体验版，可以在发售前玩到正式版的这款游戏。啊，么么哒。古刀啊，这个没钱公司啊，你看这个名字多好啊，默默的古刀没钱公司。好，多事的小慧啊 ，Hello， 我是你的助理小慧。这个游戏会让你在退出时自动保存，而且你退出时还没有来得及跳楼的顾客会根据他们当时跳楼意愿进行模拟，并一次性增加到你的收入中啊，所以不用担心丢失这些顾客啊。如果你在离开游戏的时候有僵尸正在砸店啊，在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可还是会回来的哦。哦，没了，那么我们还会再见的。我先去招聘足够多的拜拜女孩来服务顾客和提升名声啊，知名度吧。拜拜女孩是什么东西啊？拜拜女孩哦，我懂了。无业游民，工作也没有，钱也没有，饭也没有吃啊，睡在天桥下面，身上只有1000块钱。哇啊，你1000块钱可以睡在天桥下面吗？我感觉1000块钱都可以去路边做贴膜了啊！这个我们还是别浪费了，去跳楼公司自杀吧。这样好像这家好像很不错哦。好的，我们看这个新闻，还有每日新闻啊。最近多地报道了遭到辐射变异的人类变成了僵尸，群体袭击跳楼公司的消息啊，全球各地都收到了僵尸袭击的报告。每日新闻啊，提醒各个跳楼企业尽快研究防御者的一个技术啊，防御者的技术能让你在大楼中建造防御设施以干掉僵尸啊。僵尸一旦出现就会开始伤害客人，有区别吗？被僵尸咬死变成僵尸，还是直接跳楼摔死来的比较痛快呢？对吧，来我们跳楼公司吧啊，送你那个送这个什么全家来跳啊，大人小孩各一跳，送小孩一跳，就是买二送一，挺不错的。还会破坏你赚钱的店和重要的娱乐设施，一定要来重视起来。嗯，好吧。好，这个有点像这个之前的什么什么什么帝国啊，什么什么帝国啊，那个游戏。好，没错，你打开建筑页面，让我们来说说啊，我们可以建造的设施啊。每个空房商店都会固定收取1块钱的维护费用，商店以外的设施有着各种不同的维护费用，建造之前要三思哦。对了，一楼设施很重要，因为所有客人都会路过一楼。哦，好吧。建筑办公室，那我们可以建造娱乐设施。哦，不对，我感觉是一楼是防御设施啊。娱乐吧先。这个雕塑餐厅。制作令人绝望的雕塑摆在里面，然后给那些绝望的客人一眼，去死吧。然后绝望度加10，使用3秒钟。是的。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装饰设施。长凳。坐在长凳上重新好好考虑跳楼这个事情，到底从什么角度跳下去，这肯定放到楼上。我们再建造一个娱乐设施。没钱了。我只有一个。防御设施呢也没钱，倒好贵啊，都没解锁。妈的。啊，这个脏话。我从来不说脏话，这没办法，这读到台词了。客户要改稿了，已经这个月第378遍了，上次设计费还没给，我还浪费了别的仅存的积蓄，好好跳一次楼吧。哦，来了一个新的这个是什么？无业游民放映厅，他喜欢放映厅。他要说什么？绝望啊，感受绝望，想死程度70%。天上下起了酸雨，这让我心情变得很差。啊，不过同样大家心情变差了，所以大家想跳楼的人会变多吧。哇、哦、可以啊，下雨好像跳楼就变多了。到时候我们怎么造楼梯让他们上去跳楼呢？诶，这是到哪去了？哦，直接传送到楼顶了，这么厉害。建筑办公室。哦，他跳楼跳楼了，我们要看啊，第一位观众要跳楼了。啊，腿又软，哎呀，这个腿有点软，有多？我们现在只有2000块，这个钱掉的有点快啊。长凳，
我们可以在这里造个长凳，我感觉。直升机，哎呦，这个好像不行啊。二楼，我造一个长凳吗？装饰设施，造一个长凳。服务加五，然后维护费每天2块，加知名度加10。哇，好多人来跳楼啊！看看这位能跳吗？能不能成功跳？感觉都是腿有点软。啊，我的腿有点软，我不敢，我要冷静。哦，好，下去了一个。我们啊，这个想死程度60%，这个好像没跳。哎，腿有点软，你看，好不容易跳死一个。我们接到线索，一位名为默默打古岛煤钱公司的跳楼公司在一栋小楼里诞生了。啊，这家公司的老板说，啊，我们的楼虽然很小，但是只有4寸，但是跳起来还是很带感的呢。啊，话音未落啊，一个无业游民就摔在了我们的身边的地上。周围赶来的，赶着来跳楼的人们啊，看都没看他一眼。啊，从他尸体旁边走过去了。虽然我们很想采访第一个在默默打古岛煤钱公司跳楼的顾客，但是他死了。啊，我们将为您跟踪报道跳楼公司的行业发展，不错啊，可以哦。哦，这个设计师，但想死程度30%啊，不行啊。啊，腿有点软，但是我们现在没钱啊，怎么赚足够的钱？钱不够啊。这个可以移动到下面去吗？都是没跳成功啊。都30%，哇，僵尸聚集度要来了。但是我好像这个公司啊，这世界要完，有人在用了。哦，看看有没有第二个跳楼的客人。这个要不要跳了？要跳了，我感觉他是71%。哦，啪叽。但是僵尸要来了。我们这公司要完啊。好，每日新闻接到临近这个居民的投诉，说默默打古岛煤钱公司最近一直用高声喇叭呼唤周围的邻居去跳楼，让他们晚上都没法睡觉。啊 ，MD 越想越气，这什么世道，不想活了！这位来投诉的居民愤怒万分的走进了默默打古岛煤钱公司，然后一跃而下。由于举报的人挂了，我们只能采访到，我们的采访只能告一段落。我们强烈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好吧？好，哦，压力过大，哈哈哈哈！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福毛斯最富有的公司评选时间。今年默默打古岛煤钱公司的排名没上榜啊！今年年度最富有的是切富有限公司。好啦，我们明年再见，拜拜。啊，最近一年一度的富有公司奖项发表了啊！拥有更多现金才能上这个，好吧？我这1000多块好吗？哦，来了好多人，我们知名度上去就是好。我们再宣传一下吧，再宣传一波。啊，哦，这个一宣传，木乃伊你好，我是一个木乃伊，我在街头流浪很长时间了，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死的机会。我以前是个法老王啊，我会给你一大笔钱的。啊，好吧，木乃伊来了。哦，这个来了一个新的顾客，木乃伊。木乃伊为什么拿着这个？哈。木乃伊还是无业游民啊，为什么他拿了一卷纸？他为什么拿了一卷纸啊？我们看看，跟踪木乃伊，跟踪木乃伊，这木乃伊的腿有点问题啊。啊，帅气！哇，想死程度103%，享受到服务1000，这可以哦。我们跟踪一下，跟踪一下。哎，其实这里不应该让他们进来的，能搞个门就不进来就行。哇，又跳下去一个，你看。啊，来吧。好，木乃伊跳楼之后会达到一大笔钱，看看跳多少。哦，你还好吗？还记得我吗？我是你青梅竹马的小伙子，这个小伙伴叶子。因为辐射变成了一个僵尸，对不起，虽然我们很熟，但是我们还是要带着僵尸大军来砸了你的店。好吧。哦哦，我感觉我防不住这一波。哇，10000多！我的天，赶紧研究那个，研究其他设施防御者。哎呦，这点数不够。好吧，我们一开始没造这个研究社。哦，我感觉我的店要被砸了。
哇，这一波僵尸厉害啊！哦，直接吃掉了，吃掉了我的顾客。我研究点数只有30点啊，早知道多囤一点。这也来不及啊！好吧，我们看一下僵尸是怎么把我们的店给拆了的吧。哇，这1000、1000、1000的跳。僵尸慢慢的前行。哦，我感觉我的店要被拆了。哦，这攻速。哦，店关了。好了，这是算赢了，但是别以为我们会这样就算了哦，好吧。哦，这僵尸还在慢慢的增加。好了，我们可以研究这一个防御者了。现在僵尸为什么程度变高了？僵尸好像啊，速度也差不多。首先我们要存20000多块。防御者完成了，我们可以建造防御者了。防御设施，哇，好贵！机枪炮台，突突突！这，我们公司破产了，给了我10000块。好吧，那相当于这他给我宣传了一下。我们300多的这个啊，来很多人啊，欢迎来大家来到么么哒古道没钱公司，希望大家在人生最后的时刻能死得开心，死得快乐。啊，最近这一段广告反复出现在各个广播电台频道中，所有人都非常讨厌啊，但不得不说我有点被吸引了呢。一个来寻死的人这样说，走进了么么哒啊，然后就跳下去了嘛。这个有毒，我这广告有毒。死的开心，死的快乐。哇，来好多人，你看源源不断的这个跳楼群众啊。真是源源不断的跳楼群众啊。我的50000多块了，我们可以研究那个了，扩建地形4x8。等僵尸来之前，我们可以造点防御设施了。哈哈哈，大家啊，又是没有切腹有限公司，又是没有，又是一年一度啊，这个新开年大酬宾，大家一起跳，要跳一起跳，哇，这个跳的可以啊，哦，地方太小了，我听到僵尸的声音了，吓我一跳，僵尸那么快就来了，这我只是扩建了一下。防御设施我都没有钱造防御设施。持续两个房间单体攻击。把僵尸打成筛子。5000块，我们把这个移动到上面去。哎，不能移动啊，我去。我只能拆了。我只能先把这两个拆了，然后造点突突突。建造防御设施。钉刺，客人的明天，什么鬼？单体攻击，造一个这个钉阵，这个不行，他只能造这个。还有什么防御设施啊？突突突。我们都造一个看看怎么样的。来了一波僵尸啊，
是时候防御一下了，这一波僵尸应该能防御住啊，看看。啊，他可以，哦，他可以喷两个房间啊，他可以喷左右的房间，然后你就突突突。所以我应该这个造中间，然后两边造钉子。哇，各种减速，但是单体减速啊，只能减速进入的这个僵尸吗？感觉他们进钉子要死啊，啪啪啪啪全死了。哇，这钉子好厉害，哇，直接秒啊。好吧，其实只要钉子就行了，别的另两个我不要造的，浪费钱。哦哦，原来僵尸那么弱啊。好嘞，搞定。99.8 99.9 僵尸来了。哇，一波僵尸来了，这回去，这你回去干嘛？你看你回去你死了吧你。救命啊，我救不了你啊，太远了。你进来就不会死了。大家赶紧跳吧，别回去了，回去会遇到僵尸的。哎，这人跳下去会砸死，会砸到这个僵尸吗？哦，还有人跳吗？僵尸集中30%，哎，为什么一上来就30%？这僵尸很弱的啊，一踩就死了。这顾客要倒霉了，你走慢一点啊，你走慢一点啊，你走慢一点啊，真不是我害你啊。好，死了，守住了这一波啊。这其实是一个模拟经营加塔防的游戏，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现在还有好多东西没研究呢，要3万多块了，是不是杀了僵尸也有钱啊？研究新的装饰，喝点茶要120点，我这个怎么点数越来越高了？要求，新的娱乐设施，这个啊，这个可以研究了。不够绝望，那是什么东西？喇叭吼一下。喇叭吼一下，这个声望上去了，来好多人啊。我们看这个研究完，这个不够绝望是什么什么娱乐设施？造一个300多的声望，300多声望，这个来的人也很多，一波来好几个。哎，怎么不来人？刚说一波来几个，一个，你就来一个。我这300多声望是摆着看的，没有新的人物吗？除了这个无业游民和这一个设计师，就没别的人物了吗？应该有程序员啊。这比例是什么？全部费用33啊，我还是赚的，我还赚10000多呢。上点数有2000多块，我可以多招点这个吗？猎头招聘啊，周三贵，钱学森哦，钱学森不是数学那个吗？赵一凡，无玄奘啊，无玄奘。这个周三贵吧，周三贵比较厉害，能力不行，但是相貌不错，能力。相貌情绪这个可以，无玄奘就你了，随便了。哇，好黑啊，无玄奘真够黑的。这个到顶楼去，你去顶楼安慰一下，让他们买点东西。好，不够绝望完成了，看看不够绝望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啊，这个娱乐设施不够绝望啊，放映厅对吧？放映厅，之前应该就能看到放映厅。娱乐设施放映厅，哎呦，45000，不够，钱不够。我们把放映厅造出来，这一次游戏试玩差不多。我感觉再玩下去好像玩通了，再下去。毕竟他这个人都快死完了，第三波僵尸了。我们要赚40000块，赚40000块的话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人越来越多了，这个之前8000块钱的效率出来了，8000块钱的这个一个效果出来了，来一堆人就啪啪啪啪往下跳，各种跳，哇，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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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应该我觉得这个游戏制作方应该制作一个掉下来啪叽啪叽这个音效，这个音效特别带感。你好，我是这个游戏的美术设计师。是的，你的眼睛看到一切都是我的作品。网上有人很多人在骂这个游戏画面真烂，我觉得他们在自制自己的眼睛了。总之我对这个无法消灭的喷子世界绝望了啊！这个游戏设计师也来跳了，哇，这是这个吗？设计师喜欢鬼屋，他过来就跳了，享受服务一千。这个是送钱的吧？这个游戏设计师为什么长成这样？哦，应该再设计一个这个游戏啊，跳下来砸到路人会把路人砸死啊！这一个也是双杀。好了，这个是一个笑脸是什么鬼？服务1005。啊，跳了啊！他跳给我多少钱？看看，10000块应该。哦，20000，啪！这个笑脸也爆了。啊，这个我们的游戏设计师啊，美术设计师也死了，然后就没多少人了。这个放映厅40000多解锁，放映厅要70几秒，看看放映厅是什么效果，加多少的？我有这个了啊，这个可以加40的绝望度，厉害！放映厅可以啊。好，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下订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